大家好，好。那首先呢，要跟各位校长恭喜也感谢，刚刚颁发了一共7个奖项。各位呢，除了罗校长靠讲座之外啊，大家拿到薄薄的一张奖状。不就有句话说啊，秀才人情只半张啊。各位校长付出这么心血，学校成绩都表现这么好，现在我呢只能颁给大家奖状，那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也用这一笔奖状呢，表达对各位努力的肯定。那今天开始呢，首先要来贯感谢的，就是因应着我们这次全民国防教育的主题，我们校长行政会议特别借用了我们空军防炮训练中心的基地来跟各位做结合。那今天呢，我们基地的指挥官周指挥官在这边呢，特别邀请他来跟大家问候。那他刚我跟他私下聊天他是算是也算土生土长的屏东人因为他刚提到他是凌云国小还有大同中学毕业我们林校长跟侯校长是跟母校校长打个招呼再讲到我们特别要看一下林校长好还有侯校长谢谢那个周指挥官，那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周小英周指挥官，送大家恭贺喜讯，谢谢。